还有一把牌的钱都不够的，开成这个样子，开的怎么样？你们自个说吧。给你们开一个713克的打马坎啊，铁锈皮，我来给你们看一下。老断口皮的是这样的，看压灯效果了吗？红彤彤的，漂不漂亮？小万的价格去开这种东西的话，开出来妥妥的美，非常漂亮。开完，至于多漂亮的，废话不多说，开完实弹出真底，你们自个看它美不美啊？好了，这个红匪开窗开完了，红匪是玩雾层的，过来给你们看一下，还是比较红的啊。然后小价位开的，然后压灯来看，还是非常漂亮的。这个东西呢，适合整雕的一个东西，整雕一个小摆啊，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。小小价位，一把牌的钱都不够的，开成这个样子，你开的怎么样？你们自个说吧啊。好了，飞驰出品，南非的精品，喜欢飞驰的双击加关注，爱你们。